第三，就是病人临终之前，地狱世界现前。那现前之后怎么样呢？你这里就没有写了。这个话讲一半。我也回答你一半。地狱相现前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断气，就是这个人还没死，赶紧劝他念佛，万缘放下，念佛求生净土。你教他这个，他要能信，真有效。他要不相信呢，要昏迷，听不进去，不能理解，那就没法子了，那他的业障太重。这个历史上，唐朝张山侯临终的时候，地狱相现前。他在那里大叫。他一身杀牛好多牛头人来找我，来问我讨命，大叫救命，这就是他的缘好啊。刚在他大叫的时候，他门口有个出家人经过，听到了就进来问他怎么样，我好多牛头人来说来讨命。这个出家人就点了一把香给他，叫他拿出念阿弥陀佛，赶紧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他念到不到十声，他说牛头人没有了，阿弥陀佛来，他就往生了。这过去生中善根深厚啊，临终的缘好啊，有人提醒他马上念头转掉，